为什么母乳宝宝的大便脸不会大便脸？启福三母乳研究所发现，脂肪结构是关键。母乳中有 70% 的棕榈酸位在 SN2， 临床实证能减少钙噪产生，帮助宝宝排便顺畅。启福三向母乳学习，独创亲和宝宝科技，让宝宝便便不会臭臭脸。卫士启福三，衔接母乳首选品牌。